现在是第二天的晚上，啊，快到九点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快到九点钟了，这面这个斯德哥尔摩还是非常的亮啊，因为这面是十点钟天黑，高纬度地区。但是由于今天是周日，所以这边人很少。我这是出来消化消化食物。本来呀，今天下午计划是在这个大岛，这个我就是现在我居住这个岛呢，好好转一转。因为在这个岛的这个方向，然后再往这个我的右手边一拐的话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心区域。但是我今天这个是两条腿之间磨得非常疼啊。这个可能瘦人不知道，因为他两条腿之间是碰不到的，像我们这些胖人两条腿之间的那个肥肉啊是能挤在一起的，磨得有点疼了，所以我今天找道都费劲，就在那边随便转一转吧。